OK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铁拳的隐藏技巧环节啊，赶紧学，赶紧跟队友装，就跟朋友去装备啊。这个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啊，或者是你装备成功的话啊，不要忘记给这个视频来一个三连，好吧？首先啊，这两个技巧都跟这个 shift 有关系啊，都跟这个 shift 有关系。第一个，我先讲一下这个拳王首发这个隐藏技巧吧，啊，短 shift 的啊，或者说秒 shift 的。秒 shift 的话呢，其实就要找一个坡或者是一个地形不规则的地方都可以触发，啊，就是在这个坡斜坡的时候，我按 S 加 shift 就可以形成一个原地 shift 的，啊，这个好处就是在追击敌人的时候，啊，追击敌人的时候，如果你平常按 W 加 shift 的话，会飞得很远，是吧？后续离得远了，手炮就不好打满了。如果要短跳，用温顺的方式短跳，啊，跳起来，啪，就太慢了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说了，啊，这也叫隐藏技巧啊，温斯顿也是这个机制啊，温斯顿也可以在斜坡1厘米跳啊。OK，这个我知道，但是呢，他这个 shift 还是跟温斯顿不一样的啊。接下来带给大家就是不可思议的一点了，就是对着平地也可以用这种秒 shift，看到了吗？OK，那么触发条件是什么？一个不规则的一个斜坡，有高低差的一个斜坡，都可以触发。这个东西啊，包括你看这种地方，应该是也能触发的。我们试一下啊，你看一样的，只要是有高低差、不规则的位置，都可以触发这个原地 shift 的。一切就是不规则的地方都行，我随便找一个就不规则的地方，它都可以做到这种原地这个 shift 技能。因为你平常你要打原地就贴脸，在跟人打的时候，你要这样子 shift 就太远了，是吧？你这或者是你抬头在 shift 的，就也平地的时候也太远了。但是在这种有不规则地形的位置，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，是吧？就是完成一个原地 shift 的啊，不会拉开跟敌人太远距离啊，都可以都可以。那么这就是本期带来拳王首发的一个隐藏技巧。OK，那么第二个技巧就是也是有关于 shift 技能，我叫它叫光速 shift 的。我当时就是看到就是右键它 shift 好像飞得更快了一点，然后。后面就是看到这个，我们一个 UP 主群里面有一个 UP 主分享了一个就是更快的方式，最开始的这个初速度最快的速度达成一个光速 shift 啊，我们先看平常的一个速度啊，这也算是有点惯性了之后的一个速度了，也比较快了啊，我们再看最普通的 shift，是吧？能感觉到明显的差距啊，但是我们现在光速 shift 啊，在右键看右键秒拳的时候，啪。有一个，它最开始的速度是最快的，是吧？它右键刚取消的时候，就是空格刚取消右键的时候，它的速度那一瞬间是最快的。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用 shift 的话，就可以达到光速 shift 的。我们来尝试一下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这个就差不多了，这个也差不多，啊，这个也差不多了。好，这个就按快了。好的，那么这就是本期的一个技巧教学啊。老样子，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，啊，记得给。